要来吃啥？我来吃冰啦。吃冰？哎，吃冰我两行啊。吃行啊，行啊来冰对吧？好安尼哦。我来烫过一遍。好。电影院哦，啊，闽南有会啊，看迄相思曲啦，啊，是安怎？哇，迄都刺激的，安尼都听无，哇，啊，先来食冰啦，看相思曲，啊，要先看完来食冰，唔才会，多消暑啊，你。这应该招牌啦，红豆牛奶霜啊，红豆牛奶霜啊。我阿哥花生巧克力，我这真是啊！那个吃冰淇淋啦，吼，啊，哦，我当时啊，嘿，我那最行啊，哦，情侣店钱啊，对，咱买六十档的老店啊，买六十档的老店啊，对，咱高价上价是卖冰淇淋，哦，高价上价上价卖冰淇淋，而且湿大，那根本而且湿大，对不对？根本而且咧湿大，系啊，因为伫遮，诶，所以咧冰大咧，对不对？看电影，吼。哦，阿里贝塔红豆牛奶霜，我食迄招牌。嗯。哇，即落天气食得上好。哈哈，你食足三日命安尼，安尼台北食敢有？啊，我唔知啦，台北可能我看食无啦，才好食冰淇淋吼，还都才介绍才公道。你话侪？安尼50块。哎呦！哇、哦，你输个空空空。嗯，才好食冰着，真材实料。哦，真好真好。你好。哎，赞。我泡中头食得上好。